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讲文环节嘅。全港学校咧9月1号就开始开学咯，大部分学校咧就喺今日5号咧就开始授课咯。需要用到教科书上堂，但系咧港岛就大约有30间嘅老牌书商咧，叫做精工印书局咧，兼出版社订呢个教科书咧。就有部分學生咧，仍然係冇呢個書上堂嘅喎。而其中咧，傳統名校瑪麗曼小學咧，就有家長透露，喺8月份咧就向呢個精工書商訂書嘅學生咧，大部分已經到齊啦。相反喺7月下旬訂嘅咧，就未有氣息喎。但係咧，就有一對媽女一齊訂書，暫時咧就得一個收到書，一個咧就暫時仲未有喎。訂書呢、這個問題呢，其實、我諗翻起以前學生嘅時候呢，有時會、未有齊書，但我唔知道今年 會不會特別嚴重，就是因為今年其實是遲了放暑假的，因為三月份的時候呢就提早放暑假，因為疫情的時候是1萬多、2萬單嘛，咁變咗大部分的學校呢就要攞埋七月嚟到去教書，就八月先放暑假。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令到精工、搞不像新教科書的這個問題樣、其實搞不像 新教科書是、屬於一些、絕無可恕的東西，因為你其實我首先我就不明白為什麼經常要換教科書，除了要那些人給多些錢再、因為等你不可以買舊書咯，對吧？沒錯，對吧？令到你不可以買舊書，那就一定要用新的教科書。我所以年年都在轉過，而且用教科書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位，都是用來磅水給學校，磅水給出版社磅水給先生那些大的鼓勵位。當然很多時候 他那個書呢就是、書商是要負責一些學校的建設的，即係有時候有啲錢係捐俾學校嘅，咁、但係問題有啲可能有啲誒嗰一科主任啊，咁訂啲咩書啊，咁啊飲茶灌水啊，就難免啦。咁至於有冇濕啊，咁就唔敢包啦。但係問題就係、今時今日其實全部大家咧，你不如發部 iPad 咪網上搞咪得咯，使唔使印咧？更加何況就係嗰啲全部都反中亂港，你做教科書嗰啲，不停喺度做嗰啲嘢喺度教你反中亂港，咁所以其實cut 咗都冇所謂啦，不如等到全部黑色咁啦，大家網上一人整個 iPad 咪得咯。我不知道做乜，而家仲有啲教科書，而且仲要印到鬼咁靚嘅喎，我都唔知道做乜 Kel， 係咪先？今時今日仲有印書呢樣嘢咁啊，我都唔知道搞乜鬼，所以成個咪唔好要咯嚇，即係我覺得係非常之無聊嘅事咯嚇，而且好多時就係因為冇書冇費咯，嗰啲窮苦學生好慘嚇，咁就至於瑪麗曼就因為比較奇怪啲就係瑪麗曼出嚟抗議啦，因為瑪麗曼都係名校嚟嘅，而且係非常之搭水嘅，都唔係啲窮校出嚟抗，可能瑪麗曼先 complain 啫，其他唔 complain， 因為瑪麗曼一搭水先 complain 嘅啫，唔搭水一啲就啃咗得啦，冇事啦咁樣樣。但係有一樣嘢，瑪麗曼以前嘅 Marino 喎，但係好似中學而家都叫瑪麗曼啊嘛，兩間嚟嘅咩？Marymount 同 Marynor 唔係兩間小學，即係唔係兩間學校嚟嘛？係以前嘅時候，瑪麗諾小學同埋瑪麗曼小學啦。瑪麗曼係我應該瑪麗曼以前係叫 Marynor， 瑪麗諾嘅都係嚇，而家就有啲變咗瑪麗曼咁樣之類啦。哦，咁我係啊，咁我哋即係雖然係 Mount 同 Nor 都差唔多嘅嘢啦，都係散啦，冇錯。係啦，咁我覺得好奇怪啦，以前係 Nor， 而家 Mount。係，因為我見到而家嗰啲教科書咧，有時我都會接觸到啲教科書，咁咧的確咧印得好係好靚嘅，但係亦都會咧好重嘅，即係我而家稱到啲學生嘅書包咧，因為啲紙質又靚又厚咧，因為佢只係唔靚賣唔到咁貴啊嘛，又冇出象身上，咪等孭到佢死咯！個學生，我細個嘅時候唔翻落逃學，日日逃學都係為咗唔想孭住書包翻落啫，我細個揸細粒。而家都細粒啦，但問題嗰陣時生到細粒喎，好矮小喎。咁於是乎孭住個書包話：，哇！但都唔知點搞啊！中一嘅時候，哇！真係我覺得好慘啊！即係嗰啲香港嗰啲學生咧，就即係俾啲咁嘅教科書學生，教科書咧已經係折磨到幾乎死咯。係學校好似有 locker 嘅喎，可以擺啲書喺 locker， 住唔使孭咁重。我細個嘅時候學校就冇咯，我唔知而家有冇。何況仲有就係、你攞使唔使攞啲書翻去屋企讀書啊？你就係咁樣樣，所以你讀書冇話隔離阿 Gary 咁叻，就因為你啲書擠咗落架度。
你知唔知點解我會可以擺 locker 咧？因為咧，其實我哋中學嘅時候咧，係每日放學咧就會喺學校做曬所有功課，跟住之後咧就可以擺曬 locker， 咁啊可以輕輕鬆鬆咁樣翻屋企啦。你都係温書，要温書咁啊翻屋企，唔係淨係做曬功課好嘛？測驗之前咧就會温嘅。即是我們是測驗前一天就會背完所有東西，那考出來的都不錯的，但是呢老師呢就是好像你剛剛這樣說的，即是他看到你背那個書包那麼的色的，這樣早會的時候他說，咦，你不用帶書回家溫書的喔，這樣那就當然我就考不到第一啦，是啦，沒機會這樣。你好像都你都好像讀名校喔。伊麗莎白算不算呢？伊麗莎白算算算好名校，好過好過呢度大部分的人。還可以啦，係啊，都未去到嗰啲喇沙嗰啲級數嘅。Gary 係讀邊間嘅？以前讀聖約室嘅，喺伊麗莎白係伊麗莎白係係屬係同喇沙係唔同 line 嘅。伊麗莎白應該係九等於伊麗莎白等於比利羅斯啦，係。九龍的官校，因為官校和津校不同，津校只有二十幾間，好像有23間之類，那間23間中學就是包括了是即是它規定了的，那時候完全可以開制度，就是那些基督教天主教學校，那23間就是天主教學校來的，就是主要是教會校，就是聖約室啊咁樣嗰啲啦，嚇，咁就係拔萃啊、喇沙啊咁嗰啲，嗰啲咁津條學校咯，就係嗰一堆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坐咗位喺度就係最好嘅學校啦。咁而官校佢個 system 就係香港比利羅士啦，九龍就伊麗莎白啦，男校就係黃仁同埋英皇啦，女校九龍嚇，女校就係咁啦，仲有就是如果是中文學校就是金文泰和培正，金文泰和培正即已經是全部 set 了最 top 那些，跟住其他那些就是後加了，跟之後那些就後加了，所以伊麗莎白是 top 的。是，不過我是讀救生會那間的，那就不是九龍那間的。救生會不是九龍嗎？救生會那間是我住那邊的，就遠一點的，是新界區的。好，那來到第二宗新聞，第二宗新聞就是一宗倫常慘案來的，深水埗就發生一宗5歲的男童謀殺案，一個懷孕5個月的母親企圖跳樓獲救，事後涉案被拘捕的，警方交代案情的時候就說了，男童有發展遲緩和情緒問題，容易發脾氣，今年1月起就最後一次上幼稚園的實體堂，後來由網上課就恢復實體課的時候，家長有不同的藉口拒絕給死者上堂，調查又發現指出男童懷疑長期被困在房間裡面，屍體上面有30多處的傷痕，而面就最為嚴重的有多處淤黑的傷痕，相信是被長期虐待致成的，死者的父親就跟這個家很疏離的，社工曾經嘗試去探訪但被拒的。這個謀殺案深入調查之後，就在9月3日的9點鐘就在深水埗區涉嫌對所看管兒童及少年人疏忽拘捕一名40歲的女子的，這個就是一個死者母親的姐姐來的，她現在就被扣留調查。至於涉嫌謀殺被捕的姓黎的33歲母親呢，就是今天 在西九龍的裁判法院提堂的。好，情況就是當然是一宗倫常悲劇啦，她是最初的時候那宗這宗新聞初出的時候說是一個2歲男童來的，那我想那個女男仔應該都好營，那個男童都是好營養不良，是吧，所以才會被以為是一個2歲男童。那現在他這個他就是情況差，即其實教仔如果情緒很差，我相信他們應該都是情緒很差，即是不是說看小人，但是你一個單親的家庭仲要而家仲係要大緊肚嘅，係你出到嚟嗰個成個一個環境，你嗰、那個即係亦都係一個基因問題啦。
咁佢個男童嗰、那個脾氣好差，咁呢啲我諗都係其中有一系列性嘅關係嘅。嗯，嚇、啊，即係如果佢哋係脾氣好好啊，即係好有教養嘅話，咁你唔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多數都可能係成個即係無論佢嘅父親母親嘅基因啦，或者係嗰個係或者係個教養方法啦，咁成件嘢呢一夾埋都係一個悲劇嚟㗎啦。嗯，嚇、啊，咁但係嗰、那個單嘢就係佢而家個男童，即係你好難教嘅。你而家幼稚園嗰、那個嗰、那個，如果你又唔係咩，你係好難教養嘅。咁但係究竟佢難教養係咪個細路仔真係難教養，你就真係唔知啊。因為嗰個母親一定話佢難教養，所以先至打佢啦。唔會話係啊，因為真係心情唔好啊，我自己衰啊咁打佢咯。咁、但係就係、佢因為新傷舊傷嚟嘅。所以好多舊傷，所以於是乎就變咗係，如果你係好多舊傷嘅話，即係你明㗎啦，即係已經係好多時係咁樣。咁而家新一代嘅人好多時都會話係你點解生我？你咁樣就唔好生仔啦。咁我諗呢、這個世界上係咪我哋可以好數學好殘忍咁講咧？就係、是、你如果咁樣嘅話咧，你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呢個世界上咧，就冇人生仔咯。即係生仔之後，最有錢又最窮嘅先生嘅，係咁咧。你都好冷酷咁講啦。如果呢個世界上咧有多啲咁嘅人生仔嘅話咧，其實呢、這個世界上需要大量嘅奴隸，好多嘢你係需要做，好多嘢需要。如果冇呢啲咁嘅人咧，你唔生仔嘅話咧，實際上咧係呢個世界上人口就會滅絕嘅啦。其實大部分的人生活都很艱苦，所以我想那個是我想而這一堆這樣的人只要生一可能生一百個是會有一個到最後會變得得的，會變得成功的，對不對？所以我想這個即是因為我聽香港很多人說你幹嘛生我出來、啊、或者做什麼事、啊、或者這些人呢這樣的人就不要生仔啦，這樣就會這樣嘆，就這樣即是這樣去悲鳴這件事我曾經跟阿陳夫子傾過呢個問題，即係陳夫子亦都係相同呢個諗法啦，即係話咁唔好生即係咁樣樣就即係亦都係同意係咁樣樣就冇生其實我同阿軒仔都講個諗法，佢話即係話我話如果咁樣，但係如果呢啲人生嗰啲人口滅絕嘅，咁軒仔話嚟啲人口滅絕，我嚟啲人類滅亡啦。我話如果咁嘅人，我話如果呢啲人唔生仔嘅話，人類會滅亡喎。佢話咁我寧願人類滅亡。即係佢寧願滅亡都唔想一個好似逆淘汰咁嘅情況出現。冇錯，但係實際上，呢、這個逆淘汰，我覺得係千百年來你自己生出嚟，你自己老豆老母阿爺咁，其實千百年來你都係咁做，千百年來都係，千百年來都係咁樣嘅。喺中國啦，喺外甚至喺外國啦，甚至你認為最好，即係只有啲最好嘅狀況之下，譬如話而家生喺北歐啊咁嗰啲嘅狀況，你先至可以大部分人都過到幸福。咁點解佢大部分人過到幸福咧？因為佢 at the expense of 點解咧？唔通你有石油帶曬咩？因為你啲石油運咗去第二笪地方，賣咗人哋第二笪地方，其他國家嘅奴隸去供養你北歐嗰啲人咁幸福嗰啲人啫嘛。你都係 at the expense of 人哋嗰啲係 at the expense of 人哋嘅不幸咯，嚇先至有咁嘅幸福咯。咁所以其實大世界大部分成個 chain 就係一個好不幸嘅鏈嚟，人類個 chain 就不幸嘅鏈嚟嘅。正如一隻野狗喺街度喺個野外度生存嘅話。是好悲慘嘅一隻野豬野外生存，你見到哎呀一隻野豬嗰啲動物撚，見到一隻野豬帶咗好野豬媽媽帶住三隻野豬仔，哎呀佢生活得幾幸福啊！膀胱佢真係太慘啦，佢唔知道只野豬佢每日喺咪食翻到去森林嘅時候，佢哋過得一個幾咁悲慘嘅生活，幾咁 precarious， 幾咁朝不保夕，幾咁危險嘅生活，即係之類咁，即係當你是很幸福的時候，你不要忘記有些人是真的是要這樣生活的，或者你這麼幸福的時候，其實是 at the expense of 很多很多奴隸式的人去的生存。是，所以其實這個新聞我 都帶出了之前大師說過一件事，就是其實學校都算是一種托兒所的功能來的嘛。只不過是因為現在疫情就令到可能學生就有一段時間就沒得上學，
咁所以可能呢樣嘢會令到呢件呢一類咁樣嘅慘劇冇咁快。你呢個係一個你嘅正確嘅直覺咧，直覺好好。因為咧，實際上咧，當年嘅就好多年前咧，係小學係伴奏。我以前都係翻小學伴奏。我以前都係。冇錯。咁咧，其實係因為點解小學會翻全日咧？其實咧，最初嘅時候轉咗做翻全日小學啊嗰啲或者係咩咧？就係因為有好多女性出去工作。嗯，係啲家長要翻工。所以咧，先至有全日呢樣嘢嘅。所以你呢個直覺係好正確嘅，因為其實就係為正係為咗騰出，不如等啲，因為佢，因為你必須要你係一個係trade off 嚟嘅。如果上下晝班嘅話，當時嘅時候咧，就個先生，因為先生好少啊嘛，嗯，咁個先生要教兩班，咁就 make the best use of 個先生。那個細路仔咧，仲可以朝頭早就幫阿家計，係咪先？仲可以黐下膠花啊，咁啲牛奶，嗰啲啊翻嚟啊，嗰啲嘅嘢派牛奶、派報紙咁啦，係啦，冇錯。咁但係如果而家咁樣嘅話咧，你就嗰個先生咧，那個 productivity 就低咗啦，但係你個民間 productivity 就高咗啦。咁、即係後來就即係跟住之後就揾啲賓妹啊，其實都係相同嘅一樣嘢嚟。係，同埋而家咧有個。生育率又低了咧，變咗學生少了又可以全日，因為以前有上下週就其實多好多人噶嘛間小學，但係而家就全日就即係都係嗰批學生啦。係，咁就因為而家亦都少咗人，所以亦都可以咁。到最後都係錢嘅 management 啦。係，冇錯。而家啲小學生係少到甚至乎要殺校添，開始。係啊，殺租來咯。我要咪所以阿鄧飛校長成日都話阿立法會議員啦，成日都話要咩咯？成日都話要係嗰、個要將學校個產業係產業化咯，咁於是乎就可以等啲老師出嚟揾下錢啊，咁樣嗰啲去處理翻成件事，即係自己 run 到。但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係自己 run 得，你而家咁你殺咗校，譬如你而家咁樣，有啲去咗私營嘅機構度做，咁於是乎咧就變咗減緩咗你學校嗰、那個。啲教育嘅壓力啊嘛，啊教學學院啊，根據常公子話，佢話教學學院嗰陣時失業率係就業率係零嘅 percent 啊，2019年之前零嘅 percent， 成個教育大學都不要都揾唔到嘢做嘅，都揾唔到教職嘅，而家係是但一個都揾到，因為太多人移民啦，嚇、即係由零嘅 percent 到跳係而家就200%，我唔知有幾多成真啦，但係可能一個藝術性嘅收息啦，但係問題係由零嘅 percent 到而家太多人走變咗200%咯。都是發得好緊要呢、這個數字，都係發得啦，即係你實揾到啊嘛。係，阿 Samuel 咪走咗咯，你冇見阿 Samuel 係啦。係，冇我冇叫佢真人，我淨係見佢都喺 YouTube 度，冇錯。好，咁我睇睇下下一單新聞啦。嗯，好啊。咁咧，第三單新聞咧就係講一個咧。疫情回流的港女呢就無家可歸的，就變了要在露宿街頭2個月的。她呢是因為疫情呢改變了工作環境呢，曾經呢就調遷了過去澳門工作的，但是呢因為第五波疫情而沒有辦法呢在當地呢拿到這個外勞藍卡啦，所以呢就滯留了2個星期之後呢就回了香港的。她呢就背著一個背囊啦，就帶著少量的現金啦、衣物和身份證啦，然後呢就在街頭露宿了2個月的。她去廁所啊、沖涼的時候呢，又或者是在露天位置呢露宿的時候呢，就曾經呢就多次就遺失財物的，就被人盜被人偷了的。咁咧喺2個月內咧就2度遺失身份證嘅，手機亦都被人偷走了嘅。咁結果咧佢剩餘嘅錢就唔多嘅，所以咧就冇即時補領呢個身份證嘅。咁結果咧就有一晚咧喺呢個油尖旺區嘅一個市政街市門口咧，凌晨咧就俾呢個軍裝警員咧查咗4次身份證咁多嘅。咁佢留宿咗呢個2個月之後咧。咁喺8月咧，就透過呢個社工咧，就揾到一個
非政府機構的宿舍，咁咧每一日咧就去翻工啦。咁但係咧又試過咧夜晚因為 OT 咧，所以翻到宿舍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冇辦法翻入去啊，因為佢咧就有啲時間咧過咗某個時間咧，宿舍就唔俾翻去嘅。咁結果咧，佢就第二日朝頭早9:30咧又開工咯，去到下晝5:30收工咧，咁就直踩咗32個鐘頭嘅。咁中途咧淨係去咗一個24小時洗衣店咧，就坐咗一陣之後再翻工嘅。咁佢咧其實輪候咗公屋14年啦，都上唔到樓喎。公屋年後租咗14年，因為有啲人可以好快上，有啲好慘嘅人可以好快上到樓咯。因為佢唔好慘，你單身一個女仔，可能唔係大年紀定太大咯。咁最重要都係澳門，最重要當然係最重要都係窮啦。如果唔係窮嘅話，好多方法可以解決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個悲劇，因為澳門好慘。佢雖然去咗澳門，但係佢又攞唔到身份證，唔係可以能夠做到身份證咯。咁但係我唔知道佢應該點樣生存啦。但係如果俾我嘅話，我會即係你一個人，你如何生存咧？由於佢喺香港可能係冇你冇曬親戚朋友，如果唔係你都一定揾到啲幫忙咯。係。我諗如果你去葵涌租一個係工廈劏房。因為呢個肯定衣著光鮮啫，都唔係應該唔係，應該都唔係一個美女啦嚇。佢係喺內地工作多年，咁如果唔係，咁所以喺葵涌工作應該都唔會。即係如果你住劏房，你住工廈嘅話，可能會有啲危險咯。絕對係啱啱啱嚇。咁我諗佢可以去住工廈啦，佢住工廈，工廈劏房我諗大概5000蚊到可以做到嘅。嗯，有。啱啱啊，系嘛？工廈劏房，咁我諗佢揾萬，我諗揾12-13蚊，你仲做 waitress 都應該係揾到嘅。嗯，嚇，咁你就有7000蚊去包一啲你 travel 啊，所有嘢，我諗應該都係夠嘅。即係我覺得係咁樣生存啦。即係如果你以為揾一個生存方法，我覺得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啦。唔會係，但係佢如果佢因為佢扣個社協啊咁樣嗰啲，即係佢就係可以慳翻租啦。但係我諗講，如果係咁樣嘅話，係其實都是不用露宿街頭的，即是說是的，大概應該12-13蚊，跟住租大概5000蚊左右，租工廈劏房，我相信會是這樣，如果不是你會就更加危險，是的，啊，即是不需要住農屋的，尤其是她至少是女仔，我想做樓面，做什麼都很容易找到，12-13蚊應該找到的，不要繼續洗碗，全職是 OK 的，是的，OK。係啦，但係咁咧，即係當然係嗰個叫咩嘅不幸咯，係叫做社會嘅不幸咯。但係好多人都好慘咯，即係我哋學生唔慘咯。嗯，係咯，你我講個點慘好唔好啊？好啊。你有冇睇嗰個叫《唐伯虎點秋香》啊？邊個講我慘啊？好慘喎，咁你睇下指甲幾長，啱唔啱？咁慘唔慘啊？太多選擇都未必係一個好事。你睇下指甲幾長，係咪先？捆曬邊啊？小強又死咗啦，係啦，係咯，就咁。所以個家家本難念的經咯，係冇錯。所以其實好多網民已經覺得你一啲都唔慘噶啦，大師。只不過你嘅指甲長咗，可能又崩咗啊，小強又死咗啊，所以就。比較最近就慘啲啦，係嘛？OK， 好，好，咁呢個講文環節嚟到咁多，好，多謝大家，拜拜。